大家好，我是可嘉妈妈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。骨质疏松症是生活中最常见的骨骼疾病，随着年龄的增加，发病率也会逐渐的提升，多见于绝经女性和老年男性。骨质疏松症对于人体最大的危害就是引起脆性骨折。 对老年人的健康影响极大，因此也被称为是第三的老年人杀手。相比于年轻人，老年人更容易患上骨质疏松症，这与峰值骨量有一定的关系。峰值骨量是指人在成熟期所获得的最高骨量，在成熟期之后就会慢慢的丢失。一般在四十岁之前能够保持骨量最高值，过了四十岁之后。 骨量则会逐渐的减少，使人更容易的患上骨质疏松。当然，老年人患上骨质疏松的原因并不仅如此，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。一、老年人为什么更容易的患上骨质疏松？第一，年龄的增长，骨骼也像其他的器官一样，会逐渐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退化性变化，导致老年人更容易的患上骨质疏松。 此外，年龄越大，关节部位受到的磨损程度越严重，在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，则很容易会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。此外，年龄越大，钙质和骨量的流失速度越快，最终就引发骨质疏松。第二，内分泌因素，大多数中老年女性之所以患上骨质疏松，它与内分泌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。 如果女性在四十岁之前停经，则标志着卵巢功能比较低下，这也预示着雌激素的分泌并不充足，进而使骨骼扩化不良，使女性更容易患上骨质疏松。女性正常绝经，内分泌也会受到影响，不仅会出现情绪不稳定的情况，还会导致体内雌激素分泌并不充足，最终导致骨质疏松的出现。 第三，代谢能力受到影响。生活中许多不良的习惯都有可能会影响人体的代谢能力，比如长时间大量的吸烟、喝酒，或者是过度的咖啡以及碳酸饮料。代谢能力受到了影响之后，则会导致骨质和维生素的摄入不足，即使补钙也不能够很好的吸收，在无形中增加了骨质疏松的发生几率。 第四，运动量减少。老年人总会因为各种的原因而缺乏运动，比如肌肉衰退、疾病等等。有些老年人甚至完全的丧失了活动能力，进而使得骨骼的应力刺激减少，使骨代谢调节出现障碍。久而久之，则会增加骨质疏松的发生几率。三、如何预防骨质疏松？ 防止它对人体造成更大的伤害。其实方法很简单，只要在饭菜里加一样东西，就能帮你有硬朗的好骨头，不怕骨质疏松，同时还能够降低血压和心血管，堪称是老年人养生的必备佳品。这个东西很便宜，很实惠，含钙量高，它就是虾皮。饭菜里面加入一点虾皮，壮骨强筋。 经常吃就有硬朗的好骨头，不怕骨质疏松。虾皮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，含钙量高达九百九十一毫克每一百克。成人的每日钙的摄入推荐量是为八百毫克，可以称得上含钙量最高的食品之一。丰富的钙含量让虾皮成为了缺钙者补钙的较佳途径。 老年人尤其应该多吃，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等。老年人的饭菜里面放一些虾皮，对于提高食欲和增强体质都是很有好处的。丰富的钙摄入不仅可以壮骨强筋、预防骨质疏松，还能够降血压、保护心血管。不但含钙量高，虾皮还有以下这些作用：一、增强体质。老年人常吃虾皮可以预防。 自身因缺钙所致的骨质疏松症，老年人的饭菜里面放一些虾皮，对于提高食欲和增强体质都很有好处。虾皮是食品中补钙的首选，虾皮物美价廉，用途广泛，可汤、可炒、可馅、可调味。家常菜的虾皮豆腐、虾皮油菜、虾皮韭菜、虾皮小葱、虾皮萝卜汤等等。 最为鲜美的下饭菜肴。第二，保护心血管。虾皮中含有丰富的镁元素，镁对于心脏的活动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，能够有很好的保护心血管系统，可以减少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，对于预防动脉硬化、高血压以及心肌梗死都有一定的作用。第二，缓解神经衰弱。虾皮还有镇静的作用。 常用来治疗神经衰弱、植物神经功能混乱等等。特别推荐大家的吃法是虾皮海带汤，比吃保健品还要强一百倍。海带素有含碘冠军、长寿菜的美誉，虾皮海带汤清香清爽，可以补钙、补碘、壮骨、降压。 是很好的养生长寿汤。另外，老年朋友日常生活中多吃它，也可以很好的预防骨质疏松症。第一就是海米，适当的食用海米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，因为它富含蛋白质和微量元素。老年朋友在日常中常食用海米，也可以多吃富含蛋白质的海产品，也可以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症。第二就是油菜。 根据有关数据调查发现，油菜含有的营养成分相对于多种蔬菜都要高，尤其是钙元素以及铁元素。所以老年朋友在日常饮食中也可以多吃一些油菜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强健骨骼、降血压、降血脂等作用。第三，芝麻，黑芝麻也是一种不错的补钙食品。 它所含有的钙元素比白芝麻的钙元素要高，多吃黑芝麻可以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出现，还能够起到很好的养生作用。除了食用黑芝麻，也可以多食用一些芝麻酱。第四就是牛奶，牛奶含有大量的钙质，另外牛奶还可以帮助睡眠。老年朋友经常晚上不好睡，都可以喝一杯牛奶。 既可以帮助入眠，还可以防止骨质疏松症。还有就是黄豆，尽量可以多吃一些豆制品。骨质疏松这种常见的疾病，对于人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很多的人们骨质疏松的时候，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骨折，所以人们一定要预防。如果发现自己有骨质疏松的现象，可以多吃以上这些食物。 及时的补充钙质，对于疾病的预防是比较有好处的。好了，今天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，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也可以在下方点赞、评论加一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